外太空老他妈的有事情发生，不明生物入侵地球，我叫星球探测者，三位冒充男性的屌丝，我就是屌丝，我觉得你是个屌丝，王宝强，小沈阳。是，他们骗美女，好帅哥，真武汉送的秋波，来我的怀里取取暖吧。科幻喜剧《中国好基友》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今年12月4号带你进入一段科幻之旅。真是太不可思议啦！